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把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今天呢，在法界讲堂跟三上和三下的道友们，针对现在我们大家的学修状况，我呢在这里再次做一个重要的开示，也就是关于文思修行做一些补充的说明。所以呢，这些所讲的都是呢，针对我们道友们现在文思修的状况，非常有必要做这样的重要开示。那么大家也很清楚，今年已经过去半年多了，那么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正法，到我们大家的烦恼和我执又减少了一点，文思修和弘扬佛法的福慧资粮呢又积累了不少。那么这是呢真正让人值得随喜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在这次三峡道次的班级共下士道的考试当中就可以看出很多居士从刚开始连基本的这个法相都不知道，到现在呢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理解佛法，并且呢运用了这个佛法这个过程当中的进步非常的大。所以说我本人听了后呢，他们的这个讲考非常好，讲考后呢我自己的心里呢又重的欢喜。那么同样三上宣里面出家僧人们每天呢聚集在一起学习正法，禅胜的孤秀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不说很多，单单就是每天学员的道友们共同念诵普贤行愿品所回击起来的功德也都是很殊胜的的确很殊胜的。所以呢大家需要心里记住，不论是出家僧人还是在家的居士，在修学佛法上的这些进步不单是对于自己的今生来世会产生很多的利益，而且呢对于自己的家人寺庙以及对于社会的和谐以及呢护持正法等等也都会产生很正面的积极作用这个呢大家必须要清楚记在心里。那么从向南南渡的角度来看，半年过去了，那么这个就说明了大家又都老了半岁了。那么大家不知道想过没有，接下来的人生还能生下多少个这样的百年可以度过呢？因此呢无必要知道，并且呢一定要记在心里的，就是时间花在文思修行上是最有意义的，是无上的一个这个修行。但是呢能够用来文思修行的时间呢并不一定很多的。比如说像山下的很多在家的道友来讲，每周能够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来学习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那么其他的时间呢大家都清楚，都要忙于工作和照顾家庭等等。那么同样的，山上的道友们在一年的六大发挥期间是不上课的，那么这样加起来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年底呢放假呢又有将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这样合起来四个月就丢了，再加上呢每个月的四个星期天和夏天刷八字的时间，这样全部加起来那不上课的时间就占了将近半年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大家都需要记住，更加需要珍惜下面节约时间，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呢，这样单面座的血线，如果是杂血，血个五个乱、六个乱啊，或者呢，上上下午，就是血这个、血那个，这样那样，血杂了，没有转血转秀，那就没有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并且记住的就是转血转秀也是非常重要，转血转秀才能血出成绩来的，否则的话呢，刚前面说说一样的花瓶一样的花来花去杂血的似动非动的状态，今年血这个明年血那个换来换去，有可能在三年五年之后呢，新的一帮的人都已经变成了老人了，但是呢，在文字修行上却不一定能够获得多大的一个进步。可以说出家人好，在家居士好，真正文思修心有很大的进步，能够培养生菜的，那就成了大文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珍惜这个下脉，节约时间的同时专学专修，这样的话呢，一定会有大的一个进步，而且呢，效果非常明显。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我说的关键的问题呢，就要能利用好这个时间，取得更大的一个进步。这是对大家，对于这个可以说就是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来利益众生方面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就是利益。所以呢，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大家需要很清楚的话，我想这个呢，一定要大家要一种智慧来观察一下。也就是说，首先呢，请到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今天大家早早的起床来到了经堂或者是道场，是做什么来的呢？大家不妨静下心来思考一下。那么这个大家都会回答说，当然是听法学佛来的。那么我又问你，为什么要来听法学佛呢？大家现在要好好的认认真真的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很根本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大家的学修佛法是否有进步是有密切相关的。那么我知道很多人会给出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学佛是为了自己和众生获得解脱，或者呢是为了成佛，或者呢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为了救度众生，是为了救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等等，会做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些答案都是很标准的，非常符合佛菩萨经论的这个含义。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再认真的问问自己，问一下自己，也就是说，那为什么要解脱，为什么要成佛，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又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怎样才能对众生提供真正的帮助呢？对于这些问题啊，每个道友同样需要进行认认真真的思考，这样才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学佛。要回答这些问题啊，就要对你的一生一世有一个观察，要有一种比较具体的观察思维。你想想看，你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是否真正满意呢？如果你是一个出家的圣人，假使现在阿弥陀佛说会赐给你一个活佛或者是一个法师堪布的名号，观世音菩萨会让你做一个非常大寺庙的一个大方丈，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在家的居士，假使地藏王菩萨说会加持给你一栋别墅，
药师佛赐给你健康的长寿的一个身体，那这样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对这些实践的名利党没有这个需求性，那么前面给出的这些答案就有可能是真实的。那这就是标示说明了你自己学修佛法已经走上了珍贵的道路。如果你自己的心里暗暗的欢喜，那么前面的回答，前面的这些发心就还不是真实的。所以呢，大家需要知道，前面这些如果想要去追求的话，那么都属于有乐无余的一个享受，其实是都能真正的得到。然而呢，生老病死的苦，缘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取云苦，这八个苦还是一个都逃不掉的，都要必须经历的。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看看周围的亲人同事，看看道路的生活等等，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所以呢，就是一下子口头上说我为了这个可以说就是解脱，为了成佛，为了度化众生来听法学法修法，当想是这么可以想，说是这么可以说，这样做回答，但是呢实际行动上或者说以知心做主，以知心来这个可以说就是观察自己心态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毕竟每个人都是知明知觉的状态，非常了解自己心态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就是上面做回答的是不是真实的呢？有可能是真实的，有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前面所说的就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要思维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从大乘般若空性的角度，也就是说从圣的角度来说，一切万法的现象都是呢没有实质的内容，都是呢空无自心，现而无自心，或者说无二现的迷乱现的，和我们反复晚上睡觉时候做的梦没有任何的差别。因此呢，根本不值得追求，即使要追求也是竹篮子打碎一场空，是追求不到什么的。另外呢，从共宗师道的法义来说，凡夫众生所制作出来的这些真正的这个圣化，用众生粗大的分别心品尝起来，又无非就是苦苦、坏苦和辛苦啊！确确实实，佛四谛法轮当中第一个告诉苦谛的时候，就给我们描述了凡夫众生所制作出来的这些一切的圣化，无非就是一个苦，没有个别的，就是安乐的存在。那么本来控制性的玩法在凡夫众生面前为什么要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自心，而产生出呢让凡夫众生痛苦不堪的各种破坏的作用呢？大家要观察这个的根本原因。那么根本的原因呢，不在于这些玩法本身。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本来就没有出现过，本来就没有存在过，本来就没有所有的一个东西，这是因为众生之际的我智和法智这两种制作无种生有的争议出来了这样的迷乱轮回世界，迷乱轮回的世界。然后呢，就在众生自己幻变出来的轮回当中，在于我智和法智不断的起烦恼造业投生，再起烦恼造业投生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看来啊，我们反复的最大的原地不是别的，唯一就是我智和法智，我智和法智。如果不对治掉这个我智，那就需要清楚轮回，没有办法。
战断，人会就不会停止的。如果不对治掉这个法治，那么自信涅槃的成佛境界就不可能呈现出来的。那同样的，要尊重尊重帮助到众生，利益众生，也只有帮助他们消除掉他们的我执和法执，才能对他们起到真正的利益，精进的利益，否则呢都不会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啊，就成为一种轮转轮回当中啊，就是暂时辗转的增上身，在人天当中感受一些优乐的这个可以说乐受，也就是说怀苦的一种这个问题啊，或者是一个辛苦的状态，暂时不会速速感受苦苦的一个因素而已。所以呢，说白了，从佛法对治我执和法执上对众生要做到利益，这是真正的利益，这是起到呢对他呢彻底究竟的一个利益，否则呢都不会起很大究竟的一个利益和作用。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啊，这个我执啊，让所有的众生呢沉溺于生死轮回苦海当中，所以呢危害性更大，要首先进行对治。而且大家需要清楚，我执比较粗大的表现就是自私自利以及以自我为中心，关键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佛弟子不论做什么事，不管是闻思修行还是帮助别人，都要从对治我执出发，要检查自己有没有自私自利以及自我为中心，以公道圆满心等的状态来做什么，这样就能真正产生出佛法的速生出世间的功德，这个务必要知道而且需要记住的。那么具体来说，不同根基条件的人，那么他们所修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的。所以呢，下面呢我从老年人、小孩和年轻人的角度分别来谈一谈。那么大家清楚，这个老年人所剩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所剩下来的时间呢已经非常有限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身体的状况、精力的限制，很多的妄想呢已经心犹豫而立不住的。所以呢，相对年轻人来说，产生烦恼和业障的外缘要少很多了。因此呢，应该理所当然的以净土法门为主，老年人呢每天不断的修持，按印光大师制定的净土招募供果，在心愿的前提下，多年阿弥陀佛的名号，力争能自在有把握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些教理不明的，又对现实执着很重的这个人呢，总是会觉得这是让人早点去世，因此呢他内心呢有点排斥。那么这样的道呢，我希望呢能多学学净土的经论，还呢多听听往生的圣贤的传记。所以呢需要知道，凡夫的事是注定了的，但是呢如果事后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是大赚特赚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这辈子所没有实现的世间的愿望，都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真实的实现。而且呢需要清楚，西方极乐世界的供电和交通工具比现在的别墅啊、汽车啊要更加高级和奢侈的，而且呢你还不需要工作的。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从最小的利益上来说的。那么再从大一点来说，在西方极乐世界里啊，提供了最完美的学修佛法的环境，不会像娑婆世界那样不会像娑婆世界那样有增长我执和法执的恶劣之境，
而且呢这位呢有很多很多的善知识在讲解佛法，这辈子在娑婆世界里碰到的学不动修不起来等等各种的一种困难，这辈子在娑婆世界里碰到的学不动啊修不起来等等各种的困难，在西方极乐世界都不会遇到的。而且呢你讲日日夜夜曾经在法喜之中，我之和法之呢会处处得到直接的对治，学佛将获得稳定持续的一个进步，永远不退转，必定获得无生忍而成道的。那么在学习净土法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要清楚最重要的还是增上信心和往生的愿望。那么这个心愿难以生气的最大的根源，我认为还是因为我自啊自私自利很强，因为每个人呢受心里的自我中心等的印象，导致呢特别执着现世，看破不了，放下不了，那产生了很多与经论相违背的邪见和执着等等，导致呢真正优质优良的心愿不容易这个正上。但是呢老年人需要记住有一个很好的对治方法，那就是将阿弥陀佛啊作为自己的慈父，对慈父的一切的教诲都完完全全尊崇，属于不二的自信。那么老念的道门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呢，我保证在你这辈子生下的不长时间里面，心愿心三者每天都能得到提高，并且呢在临终的时候呢绝对能够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其次呢对于小孩来说啊，小孩他的心趣广泛，记忆力很强，正是背诵的好时机。最后呢讲从古至今高僧大德们所作的文章多多的背诵下来，像这个西安大师所作的全法菩提心啊，还有呢法王上师的金刚道果等等论文，不单他们的意义深刻发人深省，而且呢文字优美，背诵下来后呢对提高文化修养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而且呢一个小孩如果背诵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书圣的论著啊，等他长大之后呢心象学自然而然会受到这些论著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对他道德观念和佛法真见的树立，以及对治烦恼对治我执等等，都会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就是针对小孩来说啊，应该这个家里的家族啊或者是一些师父啊对他们呢一种慈悲心，毕竟他们就是由这个可以说得下面人善的一种这个善根，然后呢如果你对他有好心真正的去教育他的话呢，就像你小时候师父管你家人管你对现在年轻人对老人起到很大的利益啊，对这些人有菩提心的有慈悲心的又有智慧又能三巧帮助他的呢，应该最初着重让他呢学习佛菩萨的经论，尤其呢高僧大德们的很多教言，很多这个道歌，很多这个可以说修行教言的这些论点论问的金刚句加持句，让他们多背背啊，这个的话呢对他呢是最大的利益，在一生当中呢也起到正面最大的利益的一个根本的因素啊，是这样。那么除了老人小孩以外的，那么大家清楚生下来就是年轻人，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啊年轻人呢自身呢有着不同于老年人和小孩的特点，也就是说年轻人的我执和烦恼虽然不会比老年人多出来很多很多，但是呢毕竟年轻人身体很好
有活动的能力，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都想去尝试一下。因此呢，无论是贪欲心还是傲慢心等等，就比老年人更难以控制，有更多的发作的一个机会。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年轻人呢也有理解力很强以及呢抉择能力很强的优点，这是年轻人的优点。那么有一个凡夫众生，我认为必须要强调、必须要记住的、必须要明白的一个是什么呢？说实在，要能这个可以说调伏我之调伏之相续的烦恼不是那么容易的，也就是说要能控制住我之和烦恼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佛陀的这个正法，也就是说佛陀的感悟妙法里面呢，已经提供了最有系统、最有效、最彻底八根的无上的对治方法。因此呢，年轻人非常有必要深入法藏，非常有必要深入法藏。那么深入法藏，它的最好的办法那就是闻思修行，没有别的，唯一就是闻思修行。那么关于闻思修行的次第、闻思修行的意义等，在之前的谈谈闻思修以及如何学修佛法，还有般若平师随堂开示，另外关于闻思修般若法门的开示等等讲解当中呢，我都做过系统的阐述，系统的阐述。那么今天呢，侧重于我们道友大家在学习当中翻译出来的问题，再来做一些补充的说明，对大家非常有利。所以呢，下面就讲这方面。那么其中第一个讲的重要性的问题啊，就是要认识到入法听闻真法的一个重要性。大家需要记住，第一个呢，就是要认识到入法听闻真法的重要性。因为啊，有的人呢，对听闻佛法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认为修行更重要，所以呢，希望自己一开始进入修行当中。那么这样在教理上似动非动，就想修高深的这个法，说实在，这个呢是违背了闻思修前因后果的规律，违背了因果的一个规律。那么这样的好高骛远是不可能有功德产生的，不可能有功德产生的。那么关于听闻佛法的重要性啊，在阿毗大摩大毗婆沙论当中呢有明确的说明，这样说道：譬如暗室中虽有种种物，吾等暗说因有母不能见，如是虽有旨不从他问法，斯人总不能分别善恶因。譬如幼奴者应登减重奢，幼之以堕闻能别善恶因，堕闻能知法，堕闻理不善，堕闻舍无余，堕闻得涅槃。那么这就是说，没有听闻佛法，再聪明的世间人也终归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分辨什么是应尊重的善，什么是应当舍弃的恶，什么是应舍弃的恶。那么这样道理不明白，就根本无法展开如理的修行。而听闻很多佛法之后，
就能够知道很多法义，原理不三义，舍起无意义的事，并且呢最终获得涅槃而脱离轮回苦海。那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大乘律区六波罗蜜多经》当中也这样说道：谈回欲痴挂分婆结而行布施，非净是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缺少听闻佛法，就缺少对佛法的真正的了解，那么这样各种的烦恼习气都没有得到对治，那么这样的布施呢，就和在贪嗔愚痴与颇戒式精进的布施一样，都属于不清净的一个布施，都属于不清净的一个布施。所以呢，我想给山下的道友，相比之下山下的居士们呢，听闻真法的机会很少，因此呢，不管是上师还是法师以及辅导员，在讲法和进行研讨的这个时候，另外呢，通过看光盘听录音来学习真法的这个时候，都应该珍惜这些难得的机会，确确实实都应该珍惜这些难得的机会，并且呢，按照端处发起之善果和以六种想等的听闻规律进行如理的听闻，而且需要清楚啊，听闻也不仅仅只用耳根听，还包括多看佛菩萨经论的法本。那么对于居士来说，在修法条件不居住的情况下呢，应该自己呢多阅读道士佛陀和高僧大德们的传记，就像《白莲花传》，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传记，还有呢就是法王上师的传啊，阿底峡尊者的传啊，宗喀巴大师的传啊，弥勒日巴尊者的传啊，寒山大师的年谱啊，虚云老和尚的年谱啊，阴生回忆录啊等等。通过这个阅读这些传记，可以直接感受到道士佛陀以及历代高僧大德们的驾烟异性，这样呢会启发以及正上对佛法僧三宝的真正的皈依，也可以在高僧大德崇高的心思当中学到对因果规律的尊重和遵循因果的具体做法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利益。所以呢，就是居士们呢有时候呢看看可靠的佛菩萨的传记，这样的这个法的也是对你们自己呢非常有利。那么这一上呢，我就讲了第一个问题，要认识到入法听闻真法的重要性，并且呢非常需要珍惜，也就是说要端处不入法的法心和心位，以如理如法，以听闻规律进行这个听闻，这个和看书看这个传记都是呢成为一种如法听闻真法的一个问题，这个大家需要记住。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重要性，就是要认识到如理深入思维的重要性，大家需要记住，要认识到如理深入思维的重要性。因为啊，凡夫啊，从无始以来穿隙稳固了的习气，一下子呢很难打破的，只有呢按照作用力、观待力、真诚力、法理等等的道理，如理的深入社会，才能将其削弱的，将其削弱的。说实在，有的人呢教你很痛，但是呢他不去如理的社会，或者说思维的不够深入，那么这样呢就不能形成正式的定界，也就无法进行真正的修行。所以呢，就是要认识到如理深入
思维的重要性。那么我认为相比之下，山上的出家僧人们有能多闻的福德因缘，从早朝到晚上从早上到晚上都一直上上下午等听闻佛法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认为如理思维这个步骤则仍然比较欠缺，比较欠缺。大家需要清楚，虽然佛菩萨经论这个不可思议的话，经论都是呢佛菩萨传下来的，但是呢单单听闻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凡夫的根基没有那么高，可以通过入力听闻一下子能直接理解并落实的法义的。如果不用比听闻多花两三倍的时间去深入思维，法义是不可能在心中明显呈现出来的。那么这样心里的很多的未知、邪知、疑惑就不会被消除，而且呢以自理抉择、以自理判断的能力就不会形成的。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不用说对着微细的我执和烦恼了，就连粗大的烦恼和自私自利的心也没有能力断除。就连粗大的烦恼和自私自利的心也没有能力断除。所以呢，不单是居士，包括山上的出家僧人有人多闻的福德的意愿，但是呢我认为如理思维这个步骤还是欠缺，没有花多闻的两倍三倍的时间如理深入思维没有做到，所以呢就是没有断除到很多未知邪知疑惑，或者呢没有自力智慧抉择判断的这个能力没有起来。那但是呢就是不说细的我执和烦恼，连粗大的烦恼甚至呢自私自利的心都压不住了，这就是没有如理深入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如理深入思维而导致的。那么对于如理思维的重要性呢，阿含经当中呢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开示，就是说虽多诵经不解何意，皆依法居心科得道。这个就是一切智智佛陀的智慧所讲的金刚句，思维一下这个就知道。还呢伟大的佛陀在中阿含经当中说道，复持逆思鼻求广学多闻，受持不亡极举不闻，所为法则触妙中妙即一妙，由以由温具住情景现现犯心，如实诸法贯缺堕文疏悉自谦，力所退观明见甚愿。那么道士佛陀在这里赞叹了堕文，并且呢在堕文以及熟悉牢记之后呢要力所推观明见甚愿，以此来就是说要通过深入的思维认识到法义的深远含义。同样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说道，云何名为具足堕问，为若有法宣说开示初中吼三文以窍妙，独以圆满，勤摆梵心，与入时雷众多妙法，能三受持，言三痛力，意三训思，见三同达，入时名为具足多闻。那么这里呢，对多闻的提醒呢，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阐述，明确的一个阐述，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多听闻而已，不仅仅是耳朵多听闻而已，而且呢对法义还要能熟记，在语言上呢
要通晓，在心中呢要寻思，在剑上呢要获得通达，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相续当中想树立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政治政见，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种种的颠倒的邪分别，种种的争议性，种种的疑惑性等等，所以呢就是没有如理深入思维的话呢，无因无缘不可能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的邪知邪念效益法界的。所以呢就是如理深入思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个重要问题，大家需要记住需要明白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第三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认识到闻思的目的是为了断除烦恼而修行，这也是对我们初学者啊凡夫众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大家要记住要明白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呢，要认识到我们闻思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断除我们相续烦恼而修行。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用佛说的智慧，佛说的道理，比较公正的一个心态，比较真实的情况，实事求是的一个方式来这个观察一下，就知道确实对我们现在人啊，要认识到我们闻思修当中闻思佛法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断除烦恼而修行。因为啊现在啊有可能是我的邪见和不清净观的状态当中啊发现的，就认为现在很多人呢学佛啊只是在研究佛法，在文字上下功夫，哪怕好一点的在理论上思维总结一下，因为呢道理上通了就什么都已经搞定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学的了。其实大家无必要知道记在心里的佛法最大的价值是在修行的时候能够自己有效的对着众生相续众的我执和烦恼，因此呢闻思是为修行服务的，是在为修行打基础的。所以说修行这个阶段才是真正展现出佛法的强大力量的一个时候，修行这个阶段才是真正真正展现出佛陀真法的最强大的力量的时候，最感受佛法不可思议加持的一个时候。所以呢针对现在魔法时代广大的初学者来说，我认为啊修行的内容主要就应该围绕在端处对自他危害最大的自私自利和以自为中心的这个念头，以及端处贪欲心等等种种粗大的烦恼上面。确实我认为这个时代针对广大的初学者来讲，修行的内容没有很多别的，最主要的就是围绕端处对自他危害心最大的自私自利心和自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念头，还有呢要端处贪欲等种种粗大的烦恼上面。修行的内容关键主要核心或者呢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呢是我的分别心再再接触很多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身份，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还是年轻人，还是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世间非佛教徒的身上，看来看去用佛法的一个智慧，用公正的一个道理，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去分析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无与伦比的殊胜的甘露的
佛陀妙法修行的内容呢，主要就在这上面。为什么这样想的呢？我要讲我想法，我思维的这个道理给大家要讲一下。不过这个呢是简单讲，不是最具体化讲。那么简单来讲，因为啊，凡夫一直以为有一个像在做老板一样的我，认为我是一切起心动念的动力，我是一切起心动念的动力或者是根源。因此呢，一切的起心动念和一切身口的行为都是呢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自基础上进行的。还有大家必须要知道的，我是当众的我说就做，表现的也很明显的。比如说反复认呢，会产生我的家庭、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同事、我的学生、我的民族、我的上司、我的佛法、我的弟子等等等等的执着。只要众生认为是属于我的东西，会不顾是非俱至的去偏袒以及维护。对于认为那些不属于我的，就会表现得很冷漠的，甚至呢会有排斥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相信因果，又接受道理，又肯正视情况，很尊重的一个情况上去观察，或者呢怎么说呢，很客观的一种方式来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罪名罪利的这个时候，尤其是罪名罪利的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这很明显就是因为我执而引起的。即使是闻思修行还是心持三法等等，这些看起来呢和名利无关的事情，其实呢对一半的凡夫来说啊，也都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我执而已。自身那样的我执比较内些，或者说隐藏的比较深，一般人没有智慧发现不了而已。而且呢这个呢，我思维的方式是不是这个可以说比较公正的，比较符合自己情况的，或者呢是不是佛法里所讲的智慧在做观察，你们也可以对我所讲的不一定一开始就要相信，要进一步自己的智慧观察一下，是这样的。那么观察的时候呢，我给你们就想那个最好的比喻让你们观察。什么比喻呢？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和蛇界的大梵天进行做个比较。那么一般的人对于他人的慈悲很难超过蛇界大梵天，因为这个大梵天对于欲界住众生为什么会有那么比较大的一个慈悲呢？因为啊，碰巧的一个原因，大梵天误以为这些欲界的所有众生都是呢他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呢他把欲界的一切众生呢自作为自己的子女了，所以呢就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慈悲。那么现在正在道友当中行持善法，或者呢利他人的道友，也可以翻问一下，你们心中有没有大梵天那样对他人的善良心、耐心、包容心等等的一个慈悲？即使已经生起了这样真切的一个慈悲，如果没有经过佛法的引导，那他其实还是从内心里非常顽固的我执和我说之作所引起来的。说白了，这个和出世间的解脱并没有关系的。因此呢，如果不梳理其处理心和世俗菩提心加以对峙，或者呢不以般若空心回或者深意菩提心进行对峙，那么所有的一切一切的善心呢，就像被毒药染污了一样，实际上呢都是呢在为我自服务，实际上呢都是呢
带领我子在服务啊，比不能新称出世间三乘菩提的出生质量。但是呢，这个我到底有没有呢？大家需要知道，其实是根本不存在实质的一个东西，连凡夫最执着的居身我，哎，不是说我子，说居身我，居身我子的境，居身我，就是没有认识到无云皆空的一个真相，而凭空根据无云而争议出来的一种幻觉，就是没有认识到无因皆空的真相，而凭空根据无因而这个争议出来的一种这个幻觉。那么这样讲，听到无我的这个法义，讲到无我的这个空性啊，很多人会很奇怪，没有了我，那么是谁在造恶心善呢？是谁在感受苦和乐呢？现在又是谁在听闻佛法呢？谁在积累资粮呢？谁在增悟而成佛呢？其实呢，需要知道，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切众生的一切的业，都是呢无蕴当中的各个蕴聚在做的，其中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心蕴和摄蕴。比如说造恶的主要就是心蕴当中的烦恼心所，是恶性，然后呢造善的主要就是心蕴当中的心善所，是清净的善性。另外呢就是甘受苦和乐，是无蕴当中受蕴的这个心所。还有呢，在听闻佛法以及积累尊重的质量修行等的，主要就是心蕴当中的心所和身蕴当中的心妄。所以说这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根本没有一个是我所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我在做，是三心恶心在做，是这个身蕴当中这个可以说一个心所感受苦和乐的，或者呢就是积智精藏闻思修行开悟证悟等等，都是呢心和心妄，根本不是一个这个天老爷，根本不是一个神我，根本不是一个居身的我所创造出来的。那么这样看来，我执的危害性很大很大。如果没有对治，那么他会讲一切一切的善心都染污掉的。另外呢，我这呢又完全可以被对治掉，因为呢他所执着的所有的我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幻觉。所以呢，现在在学佛的人都应该将我执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以及各种烦恼等粗大的相作为修行对治的目标，争取造时以无我空性尊见的摄持下修解脱道，以如幻如梦尊见的摄持下积智精藏，以般若的三轮体空尊见的摄持下行菩萨道，来形成清净的弘法利生的殊胜事业。我是这样思维的，这样通过比喻，通过这样反面观察过患，怎么这个对治我执呢？因为无我，然后修无我的智慧和佛法的这种修行的方法，以及这个可以说就是空心正见如幻如梦般若三轮体空的境界当中，才彻彻底底，不是说端出我，而是呢端出我自，我是本来而地当中都不存在不可得的，可以彻底端出我自法自等的这样的颠倒的自作，完全可以就是消于法界，而且呢自己渐渐都成了修解脱道，要么是菩萨道，要么就是利益众生，要么就是安住在出世间的般若波罗蜜多修行的境界，来这个可以说就是积累成就佛果的最根本的清净的出世间的质量，或者呢自己就成了利益众生最殊胜的方便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清楚，在许许多多的佛经当中呢，都强调了闻是
必须落实到修行上的重要性。比如说在《楞严经》当中，阿难尊者禀告佛陀说，今日乃至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能等。那么这里需要大家清楚，阿难尊者虽然观闻博学，但是没有修行，因此呢，现世被摩登天女迷惑了。那么事后呢，阿难尊者在护住道士佛陀面前通假忏悔，并说出了若不修行与不能等的深刻教训，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大家反思啊。另外呢，在《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当中也说到，若有菩萨发菩提心，菩提所说言语作佛，于多闻中而不清修，诸众生中最为无智。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有菩提心之相的人，更应该会对着自己的我执烦恼，才能够早日自己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但是如果只是听闻对治的方法，而不去真正修行而落实，那么经中就是说，这是最没有智慧的人了。另外呢，在《华严经》中也以四个形象的比喻做了殊胜的开示，只是听闻不进行修持的过失，确确实通过比喻开示的非常圆满。大家再看一看校正，佛之善谛听，说闻入时已，费丹及堕温忍辱如乃法，平人虽说飘距离而克时，不能入时，不能入说心，堕温亦如是。皮人大回师种种诸药膳，不食自我时，堕温亦如是。譬如有良医拒之诸方药，自己不能救，堕温亦如是。譬如贫穷人日夜数塔宝，知无半千分，堕温亦如是。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自私多多耳朵里听的，但是呢不以文字的智慧来修行。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像一个人在河流当中漂流，因为呢害怕沉溺在水当中甚忘，而不敢这个河水，导致呢自己饥渴而失望了。这个问题呢，也像一个人给别人做了尊重的美食，但是呢自己不得到吃，但是自己不知道吃，而导致饿死了。还有这个问题呢，也像一位酿艺，他呢精通歌唱的艺术，但是呢不会抑制自己的疾病。还有像一个贫穷的人日日夜夜为他人数宝数钱，但是呢自己呢却一贫如洗，一贫如洗。那么大家想一下，华严经通过这些形象的比喻解释呢，自是听闻思维法语，不去正式修行，佛陀就说了是没有智慧而愚痴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在《大宝积经》当中，伟大的佛陀啊给富楼那尊者开始呢示众学法的这个方法。在这个经典上呢，是这样说的，佛告
夫人啊，菩萨有四法，则能修诸多闻，犹如大海不可接近。常能修诸多闻报障，能与诸法得决定义。欲诸欲缘，三藐障具。何等是菩萨求法，求以度松，度松亦正一念，正一念亦如所说性。佛罗那，菩萨由此触发，则能修诸多闻，犹如大海不可接近。常能修诸多闻报障，能以诸法得决定义。欲诸意愿，三藐障具。那么这四种方法呢，就是第一，清求佛法，精进的求佛法；二呢，求以度诵，也就是说讲佛法呢速度牢记；然后第三呢，就是度诵以正念，也就是说不断一念四位，力争通达这个法义。那么第四个呢，就是通晓字义，哎，通晓法义之后呢，如说说性，也就是说安住于佛法的说圈义当中进行这个修持，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务必要知道啊，务必要认识到闻思的目的就是为了端出烦恼而这个修行，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这个可以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有这个可以说因缘遇到三宝，能够只有学习佛法，在这个书生的因缘陈述的时候呢，务必要闻思。但是呢，闻思的根本目的，闻思的根本目的，对自己来讲就是调伏自己的烦恼，对着我者要端除这个可以说就是一切轮回的杂染法，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这些方面呢，我认为啊，每一次不管是学哪一个经哪一个论，不管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或者是你是哪一个班级，比如说是般若班级的，还是这个可以说净土班级的，还是修行班的，这个可以说就是道友，还是呢就是道次第的这个班级的道友，还是呢学其他这个经论专学专修的这个班级，不管是哪一个人学哪一种法，反正大家遇到佛法有殊胜的因缘能够闻思，但是呢一定要每次每天学习闻思佛法的时候啊，一定要调整好我学习佛法唯一的对我来讲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可以说就是端出烦恼而这个修行，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今天呢不是说我自己端出了我自，我就是成了一个圣者，没有这个人我自作，没有傲慢心，没有贪嗔痴烦恼党，一种这样的修行境界给大家讲，不是这样的。的确我也是凡夫，但是呢我学到的或者呢我闻思以后得到的一个性德，就根据学佛法确确实实是第一个最关键不能上当的，不能被我之骗，不能被自私自利作为中心，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否则的话呢，一切的说作说行全都是非法性，全都是呢跟解脱呢成了背道而驰。这个呢，我有深深的一个体会。所以呢，世间人求这些名声啊、求利啊，或者呢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身心有漏的，做一个恭敬叮咛赞叹呢，没有什么这个可稀奇的。这个三十六种不净无著称的一个身体和这个心相续当中，都是那烦恼，都是那业障，都是那痛苦，都是那求自私自利而这个搞世间法的，这样的身心上面哪里有什么恭敬赞叹或者自己看重自己的这个身心呢？没有什么一个可看重的。但是呢，这个身心运用到闻思修行上面，而且自己这个身心能做闻思修行，间接能护持佛法来利益众生，那才是这个身心上有价值。但是呢确确实实越学佛法越修得好，越跟随这个佛菩萨，那成圣者的时候呢，
我们看他没有求世间的名利，他没有以自为中心，没有以自私自利，他是彻彻底底看破放下的一个智慧状态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呢，我们最根本上是学真正佛菩萨，是身作真悟空性，没有我知，没有自私自利，根本不以自我为中心，完完全全都是呢为这个可以说就是天下的众生做利益的。他们的修行的道路根本在哪里呢？确确实根本在这个可以说对着我自挑夫之相续的烦恼。所以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凡夫众生来讲，佛陀所讲的84000法门全都是为了修行挑夫之际的心，对着我自端出烦恼所转的一个妙法的，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佛作完法轮，说了佛分法轮的目的就这样。然后呢，法轮转了以后，真正的佛法是无比的殊胜的干露妙法，它就是彻彻底底给你推翻所有这个轮回的杂染的境界，天翻地覆一般的，你就翻覆了成圣者，一切的我知，一切的自私自利，一切的自为中心而引起的烦恼业障等，全部都干干净净的一个境界当中安住，以智慧来做真正的闻思修行弘法利生。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呢，我认为啊，我虽然没有修行成就，不是一个什么高僧大德深者，但是呢，从闻思上来讲，由于这个佛陀的法太殊胜，不可思议的深者大恩上师舍收一至呢20多年做了闻思，现在观察起来呢，自己相续当中确实闻思还没有成搞实践法的，不是成家中这个自私自利和我自真上的一个因素，确实想自己境界要大破放下这个我自和自私自利的念头，就学的呢也可以说就不错了，没有学坏的，而且呢特别特别向往一心要修心，一心要发心清净来对三宝做闻思修行的这个法供养，有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信愿心，包括做梦的时候都在做这样的一种这个啊这个学习的事情。所以呢，从闻思的角度来讲，由于这个佛法太殊胜，伟大的佛陀大恩的上师教育我们可以说就是很成功，所以呢给到我们呢等于就是自己的一个新的自己的一个豪心，给到我们讲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学习佛法闻思的时候啊，特别特别重要的第一个，不能上当被这个毒品一般的我自和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呢，可以说完全学魔法，完全在学这个世间大歪道的邪见的一个境界，这个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就是佛法不共最殊胜的啊，这个佛陀的正见，这个一定要，这个可以说给大家要一而再再三的强调，一定要让大家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话我心里才满足。所以呢就是今天呢有可能这个开示内容会啰嗦一点，会重复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时间也过去了不少，在这个中间呢大家累了就休息一下，同时呢大家就是身心放松的状态呢就是公修念佛。公修念佛呢，从无始以来到今天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凡夫众生以我知，以这个自私自利，以自为中心，一种交杂性不入法的这种发心和行为，对佛菩萨，对这个可以说就三宝以及六道的众生所做的非常不利的，对不起他们的不好的这些呢，统统呢可以说三宝重金不可思议48愿里奢侈我们魔法时代终胜的护住阿弥陀佛面前一一的发怒忏悔，而且呢人人真正的想从今开始呢如理如法的对之我之端出这个我慢心，而且呢以自私自利和自为中心的呢尽量压制他，端出他坚信他的力量，以这个目标来闻思修行，有这样的发愿以及这个可以说恢复力来这个可以说功修阿弥陀佛念佛法。